你让妈看一下。姐姐，你看太阳，太阳。喂，不是 ，Sona。哎，拍一下太阳。Hello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个制高点呢。喂，水。姐姐，你还回来吗？姐姐，那是河，你可以回来。好，你可以摆360度转一下。姐姐，你看，姐姐，你们看它，哎，拍一下停机坪啊！你们自己知道这里有停机坪。停机坪，姐姐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它，看这个人大胆无比，说会怕，现在还不在那边看。姐姐，你不要说 hello。爸爸，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人。玻璃多大力呀！姐姐好大胆哦！李佳珈都下降了，真的，我们要到最高点了。这是高点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到。干嘛？干嘛突然熊熊？其实我压抑我内心的恐惧。姐姐。